把这拿开，然后两把刀插这里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专业开箱的豪豪。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好，那这次我们要来开上次没有开的雪走跟三代鬼车。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开过秋水跟河道一文字了，那资讯卡我会放在上方，记得想看的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一开始我们介绍一下雪走哦，他雪走刀身跟他的刀柄，手刀鞘不是刀身哦，刀鞘跟刀柄全部都是黑色的。再来他的刀二，自从上次讲过之后，我就知道他叫刀二，他的刀二是一个十字状十字。不然我们看一下，它就是十字。那打开，算设计的不错了啦。打开的话，它的那个刀身的那个纹路是一个波浪状，很漂亮吗？很漂亮，在一个灯光下呈现的效果，其实蛮美的，蛮有形状。其实它也没什么好讲的，但是其实它是附属品。对，它其实是真的没什么，它是免费的。哇，它的刀鞘设计的还蛮好看的。啊、没办法，河道又是太不适合了嘛。他后来是在跟一个海军的恶魔果实的例子，他是秀秀果实，生锈的锈。哦、欸，不是那个秀秀，不是那个秀秀，秀秀他就是被那个用生锈嘛，就断。哦，后来才换秋水啊。哦，对，后来才换秋水。那秋水上次说了嘛，是我们的月前龙马给他的，这时候要放 BG 了。不是那个龙马，不是那个龙马。那所以后来这把刀就被他亲手埋在不在一个洞。哦，那就是赔了很久，对，赔了很久。嗯，就是不能花钱买。这把也算是，哎，算好的宝刀。是，对，因为之前有去查一下他的那个海贼的那个里面的东西，上一集我没有讲，所以这集跟大家补充一下。海贼里面的刀子有分品质的，它有最上等级的，不是最上一级，最上等级的跟那个上品、良品跟一般品。那一般品不是说它就很烂哦，一般品它是一般品的宝刀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这把算是良品宝刀，所以它对无印良品宝刀，好不好？所以它算是它算是第三品。三品，对，就是一二三四，九品是那个刀王星。好，来，我不行了，是吧？我叫的人来教教你。这里有本《青天秘籍》，两位读一读。老爹，我看不懂啊。好，那雪走就到这边，那这边就是雪走，其他真的没什么好讲。啊，不是，毕竟比较故事是底下站在场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鬼策啊、哦。那他的刀柄跟他的那个刀鞘啊，还有刀二，先讲他什么牌子？我不要。红色的配色，然后他有些地方是金色，我觉得他做的蛮不错的，只是有一些小瑕疵啊。对啊，对，就他的节点、结束点都没有收很好，没有收。对对对对，不像这把，拿起来打一下。它这里其实一样有一个结束的点，那个布的结束点，可是它是把它收在里面的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凸起，就不会影响到整支刀的外观啊。那可是鬼策的话，就是它好像是裸露在外面吧？对。不过毕竟这是便宜嘛，1000块啊。对啊。哦，它的刀二是这种十字的形状，一个它。是一个椭圆形啊，然后有镂空四个洞，哇，四边，蛮好看的。好了，那就打开了。哇，多美的一把刀啊！多诡异的一把刀啊！多美，美到了。美图秀秀，美图秀秀，你会美图秀秀吗？啊，它的纹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就是一个火成一个火焰状的。啊，这种火焰状可能就是那种瓦斯炉的那种开小火。瓦斯炉，开小火啊。哦，蛮像啊，你觉得像吗？
它是不规则吧，比较属于说可以体现它是妖刀的。啊，不是你放这样啊，啊，看一部分，笑吧，你拿我黑我，有啦，哪有啊，演杀黑龙波啊，你用得出来吗？用不出来啊，那个只有飞影用的，而且头上还有一颗眼睛，十七万，妖刀的配色就会比较偏红，毕竟蓝血的刀嘛，就是妖刀。它是要吸收人血，就是其实是吸收人血是拿来砍人啊。他砍杀越多人，他的吸的血越多，他会增加他的锋利度。对，他增加他的锋利度，他品级会上升。砍一个人加一，一砍一百人就加一百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他是无上限的。哎，对，也没有啊，无上限太高了。砍一个人就是加十。对，好了，那就是之前我记得我在查妖刀的时候，刚好有查到那个妖刀村镇，那它整把也不是说红色，是黑色，比较不一样。对，比较不一样，毕竟村镇嘛，算是一个蛮具代表性的一把妖刀。那我们来说说它怎么来的。它是从那个罗格镇嘛，就是要前往伟大航道，然后经过了其中一个岛吧，还是一个地方。然后小镇有在看海贼应该都知道，罗格镇是就是那个谁海贼王那个哥罗杰被处死的地方，然后那个鲁夫也自己作死，差点被处死，因为他有敌人。对，这时候我要这样，这时候我要这样，看好他，好，这时候我要这样，把这拿开，然后两把刀插这边。想我的宝物就去寻找吧，他就在伟大航道。哎，找猫。然后这是罗格镇的武器店，然后原本索隆是他是想要买，只要单纯买这一把，然后是后来老板就是觉得说妖刀是这把鬼秀是妖刀，他是不愿意卖的，他不是不想卖给索隆，是不愿意卖，因为他妖刀他。杀了太多的持刀的人，意外死的啊！然后就是你拿着被砍死，也就是说这把是带不幸的刀，他不想太锁。对，然后索隆就以身试刀，对，他就以身试刀，就把刀往上丢，刀斧转了一圈没有砍到他的手，然后就插在地上。老板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气魄，所以就连血肘也一起无条件送给他。本来是买一送一哦，结果变成全部免费。对，本来是买一送一，现在变成两把都免费，多好，多好！大家不要去打剑客。如果是你，你敢试吗？我不是剑客，拿个剑，单剑剑，我发现剑，你智障吗？我智。这就算是鬼策的由来，所以后面一直都在拿鬼策战斗了。这把是三代。三代鬼策，它上面有二代鬼策跟一代鬼策。那三代鬼策其实，在宝刀里面算是良品，跟学者一样。二代跟一代有差吗？二代是上品，那一代是最上品，它是最高等级。对，那时候我记得。因为漫画里面好像剧情里面好像没有出现，二代鬼策出来了。出来了。那时候被鲁夫拿去玩，然后玩一玩之后，好像后来被谁抢走，所以可能。之后会换一把刀了，对，我不知道秋水他会还回去，因为秋水毕竟是和之国的国宝，哦，是的，啊，不知道他还回去还是三代鬼车会换掉，我觉得河道是不可能换的，那毕竟是他最河道应该是不会换的，他是他即使给他的一把最初的约定之刀，好了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记得帮我一个赞，啊，有什么意见可以在我的留言板底下留言，啊，记得帮我分享一下，拜托拜托。那也不要忘记帮我 按一下订阅啊！如果真的喜欢影片，帮我按一个小铃铛。那我是浩浩，我是爷爷，拜拜，拜拜。